国家三级高照草屯的经营事业庆祝建义170周年，今仔日也举办文昌帝君圣诞春季祭典，也趁着这个机会颁发今年度清寒优秀学生的奖座学金。会中也搁替学生来开智慧，也准备了鱼啊、炒面、甲煎菜头粿等代表福气的餐点，希望讲会当保佑大家功课进步，事业顺利。灯影诗社以为新路，开启智慧，弘扬。丁营书院主委姜恰奎新兵，并由书院旗下社长特别来替现场的民众开智慧。今仔日是草屯丁营书院庆祝文昌帝君圣诞的春季祭典，除了有祭贺的祭典仪式，院方嘛特别准备鱼啊、炒面、甲煎菜头粿等福餐，要予大家食了平安顺利。啊，咱今仔日啊用上经礼忏哦，啊，甲甚至哦，咱来甲这学生开智慧啊来。庆祝今仔日啊，咱文昌帝君圣诞的好日子啊！咱真济开过智慧以后吼，啊各方面的智慧啊，学生节拢有真大个进步啊！这是一个咱丁营书院的特色。丁营书院马上伫浙江颁发奖座学金，受奖的学生是由草屯镇各级学校每一个班的导师分别推荐一位家境较清寒、不过煞真骨力学生，或者是伫各方面表现优秀学生，就有奖座学金，希望会当鼓励因继续努力。因为我的国语成绩很好，所以能得到灯营的奖学金，谢谢丁营书院。虽然我成绩不好。可是我很努力，所以老师推荐我。尤其是清寒学生，对他们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鼓励啊！希望在我们邓颖书院文昌帝君的加持跟保佑之下，所有的学生都能够努力的向学，然后这个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前途。啊，今天受奖的拢总有213个，咱举办这个奖学金的颁发，到即卖已经有7年的历史。啊，所以讲啊，加会咱草屯镇内优秀的学生有超过1000个以上。丁营书院每年春秋两个祭典，拢会恭请开心避开智慧，是以来真大的特色。平常时嘛提供信众点代表智慧的公民灯，希望会当保佑大家功课进步，事业顺利。记者林信昌报道。